Hello，今天我们吃红油冒菜，先来一个冒烤鸭，好香啊！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爱吃各种烧货，像烧鸭、烧鹅啊这类东西，我真的超喜欢。关节都要吃干净。我们吃冒菜必加的是什么？就喜欢这种吸满汤汁的豆制品。千层肚真的是川菜必加。Thank you.
天做的这碗比去店里还好吃。感觉我的面加少了，今天忘记准备白米饭了，这个真的拌饭超好吃，还有点小辣肠。那么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吧，拜拜，看完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哟。